这是一期多人生存中遭遇到的诡异事件。一位资深的 MC 玩家与自己的几位好朋友在自己的生存服务器游玩，玩家几人正打算睡觉度过黑夜，但系统却提示当天无法入睡，所以几人打算去住所外将周围的 MC 怪物都解决掉。可很快玩家的视野中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身影。让我们放慢刚刚的画面再看一遍，这个身影貌似不是自己的几位朋友，因为他没有穿盔甲，并且随后玩家几人又尝试去入睡，但是依然无法入睡。可是周围明明已经没有 MC 怪物了，当玩家再次走出住所查看时，那个诡异的陌生身影又出现了。他刚刚就站在玩家视野的右侧，并且更加让玩家害怕的是，随后这个身影竟出现在了住所的窗户外。玩家回头的瞬间差点被吓得瘫坐在地上。只见这个诡异的身影在窗外一番徘徊后，便迅速地远离了玩家的住所，随即一块告示牌赫然出现，上面写着：我能闻到你的味道。玩家把自己多次看到神秘身影的遭遇告诉朋友们，但朋友们都不相信他说的，因为只有玩家看到了那个神秘的身影。朋友们认为那可能是 HIM， 玩家想向朋友们证明自己的所见，于是他拉着朋友们在住所外不断的排查着。但是奇怪的是，那个神秘的实体好像知道玩家要找他，竟然不再出现了，这让玩家在其他朋友们心中的威严也得到了很大的损坏。朋友们一致认为玩家在恶作剧。由于一直无法入睡，其他朋友们打算去矿洞挖矿，他们前脚刚走，玩家后脚打开住所的门，那个恐怖的实体就站在门前。他见到玩家后迅速的逃跑，并且玩家发现了一个现象，那就是每当自己见到那个实体后，自己的游戏画面就会异常的卡顿，不知道是自己的电脑配置跟不上还是怎么回事。令玩家匪夷所思的是，他下意识的出去查看夜空中的月亮时，月亮似乎不再移动了。黑夜好像一直也没有结束，其他几位朋友也察觉到了这个异常。从此刻开始，游戏内更多的诡异现象开始出现。玩家的住所内之前插着的火把，现在都被替换为了红石火把。玩家知道这一切肯定与那个神秘的实体有关，游戏气氛越来越紧张了。玩家与朋友们都待在住所，不知所措，他们不清楚接下来等待着他们的会是什么。大家又在住所外排查了一番后，当玩家再次返回住所，他发现住所内的火把又恢复了。刚刚还是一些红石火把，现在又恢复成了正常的火把。可没多久后，当大家再次返回住所，住所内又多了一些红色蜡烛和一些骷髅头骨。玩家认为是其中的某个朋友干的，但是朋友们都坚称不是自己做的。玩家为了调查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他又出去探险了。可这次他很不幸被末影人击杀了。再次重生后，他透过窗户看到外面多了一个燃烧着的十字架。如果这不是朋友们干的话，那肯定是那个实体干的。为了排除是朋友们的恶作剧，玩家提议大家从现在开始待在一起，他们一起出去探险。很快四个人就朝着附近的茂密树林中走去，他们始终待在一起。但令玩家意外的是，没多久的功夫，世界内的天色开始亮了。难道一切恢复正常了吗？所以那个神秘的实体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为什么总在自己单独外出时出现？为什么自己的朋友们看不到他？玩家带着疑问在天亮时再次与朋友们返回了住所。可这次回来，住所已经被破坏得破烂不堪。昨晚玩家与其他三个朋友一直在一起，所以这绝对不是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干的。正当玩家们思索时，突然下一秒那个实体再次出现，他正在破坏玩家们的羊圈。玩家与其他几位朋友这次都看到了这个实体，但是这个实体移速极快，并且还会飞，眨眼的功夫它就消失在了玩家们的视野之中。这是玩家的私人服务器，是不可能有其他玩家能加起来的。很快那个实体再次出现，它并没有攻击玩家们，而是不断的出现接着消失，试图干扰玩家们的注意力。很快黑夜再次降临，如果不解决掉这个实体的话，玩家感觉这个黑夜又是极其的漫长。于是他与几位朋友商量着能不能想一些对策，但是还没开始讨论，接着朋友们纷纷退出了游戏。What？ 什么情况？现在世界内仅剩下了玩家一个，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那个实体要再次出现了。很快，在自己挖矿后转身的一瞬间，那个实体就站在自己的身后，下一秒便朝着自己冲了过来。故事到此结束。屏幕前的大家，别忘记点追按钮，订阅节目，下次更新不迷路哦。